我都看到子弹的轨道了，有。靠，这什么弹？加满甲的一次就爆。爆破、前锋、空爆、恢复。Hello，平啊，28层啊。
肯定得睡到中午啊。有啊，这个确定我按了哦。選択完了。難易度。
重要ターゲット。新たな部屋に侵入。難易度ハード。你唔信乜嘢？你同你一齊出邊站開翻到你啊嘛，跟住你就會等到啦落嘅。你聽日先啦，你出書咪聽日先送啦，係咁啦。喂，我喺度啲間房。这太厉害了吧！好像倒地死透会变没有。电力，电力。
什么 A E A？ 没有吧？我没有拿步枪啊，我一直都没有啊。我好好的换步枪干嘛 ？MK16 吧。不，还是 AKM， 差不多啦，是那种。我操！哪里会有电啊？好，这里有，靠背。好嘞。Grenade!
没有，还是火种。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之前是全部都是难度的。靠，按错。哇，好凶。他好像有名字，哎呦我去，他好像叫做叛变特工，哎，哎呦。怎么炸的？
我抽到我。好。干他的突击无人机也这么厉害啊！来烧一下。我进快了，砰砰砰砰砰！哎呀！暂停。